朋友们大家好，我现在给二师兄准备晚餐了，先给他准备一道大餐，红薯。先把红薯洗干净。现在这二师兄待遇高哦，看，还要一个一个给他搞破。等会儿还给他煮熟。现在马上过年了，这个红薯啊比玉米还要长得快。二师兄要多喂点红薯，让它长肥一点。阿姐，你在搞红薯啊？是啊。给二师兄准备晚餐呢、啊、这红薯看起来蛮好吃啊，给我找一个吃的。你也想吃啊？这红薯不好吃，猪吃的，不要吃了。看吧，它这个是白心的红薯啊，也要那种黄心的才好吃。你看以前呢、啊、像这些红薯啊真的人都舍不得吃，现在就是给猪吃了。猪头给鸡子吃。给它下锅了。满满的一锅，一股子。我帮着姨妈也给她买了一个车车，现在把它装起来。哇，这个车看起来不小哎。哇，这个车看起来还蛮高档的，还有这么大两个轮子。哇，这怎么没看到说明书呢？在这里。这下麻烦了，这全部是英文，怎么看得懂啊？因为宝宝的姨妈在国外，他这个是在国外买回来的，他的说明书全部都是英文，那英文也看不懂啊。赖吉哥，你的快递到了。你这么大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又是车车到了，又是车车啊！这个就是妹妹，我妹妹买的，就是宝宝的姑姑，就给他买这么大一个车。这里有个车啊，这是他姨妈买的。可以啊，那你装啊。哎，刚好我一个人遇到个难题，几个人、这个说明书它全部是英文，怎么搞啊？这点你找我怎么行呢？你文化比我高啊，我初中都没毕业，你还是高中毕，你还是高中毕业啊？你看不懂啊？谁又怎么看得懂啊？这个现在一句话都看不懂啊！我只知道这个单词，我认识，皮克球，图片。不用看字嘛，你看图片不就可以了吗？看。看看图片啊，图片，你别看英文啊。来，你来，真是叫过去的高中生老爸来。什么东西？车车它的说明书全部是英文的啊，你看不懂没？宝宝的车车啊，嗯，你慢慢过时啊，你英文看不来。哦，这个是放在车上的专门安全座椅。这是个座椅专门，好高级啊！是的，用湿掉。那个不用了。现在轮子就搞好了。怎么了？真平衡啊！这是下面是放东西的，放我的。哎，下面还有一个。哎呀，坐包，坐着搞上去。哎。好，这个是宝宝的扶手，应该是，但是他现在用不着，暂时就不装。好的，这个是个扶手，
那搞高级那个，它全部是那个自动的，嗯，那个按钮。嗯，现在宝宝车也有了，两个车，一个姨妈买的，一个姑姑买的。我代替我宝宝感谢姨妈，感谢宝姑妈。我妹妹这个暂时就不通了，就留在乡下。这个就带去那个城里面，两个车。这个就等梦岩出月了，然后回乡下了，再给它装。现在装起来啊，怕到时候搞脏啊，灰尘那些。放好。宝宝现在已经足月了，按照医生的说法，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要特别注意。他特意问了我们住得远不远，我们说住得不远，说那就好。说一旦发现有什么情况啊，就要及时去医院。现在宝宝就是随时都有可能降临了，随时可能要出来了哟，是吧？现在宝宝的东西啊，也是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个心情呢，也是越来越激动，我期待和他见面啊。你说什么都准备好了，我在想还差哪些东西？算来算去，我觉得什么都不差了，就等他出来了，我也很期待。